哎，老板，这牛排怎么卖？这个是38块钱的山牛排，这个是399的M9。哇，这雪花牛肉好好看啊，一定很好吃吧？这可是最顶级的。那给我来个38的吧。哦，好，行吧。好，咱们先把血血给吸了。这个花纹非常的不错，撒上海盐，给它入个味。咱们的摊是用的果木炭，烤出来的肉呢，有那种独特的果香味。这是牛的哪个部位啊？这个是牛的西等部位，比较外体。这几分熟比较好看？我比较推荐5分熟，它的运动量比较大，5分熟的话又不会太深，刚刚合适。好，那就5分熟。好，行，咱们再放上一个米边香。这个跟那个三牛有什么区别？首先第一个部位不同，它的等级也不同。这个只是 M3 的，399的是 M9 的。M9 的话，肯定更香更嫩一点，撒点黑胡椒。这个血水冒出来了，咱们就可以准备翻面了。哇，好，5分熟的牛排呢就差不多了。这边还是冒着血水吗？嗯，这个不是血水，这个是肌红蛋白。放点猕猴桃，再给你来个草莓吧，来个圣女果。您的牛排就做好了。好，谢谢老板。不客气。满满仪式感的街头牛排，香味浓郁，一口爆汁。